爸爸妈妈带着自家小朋友夜里欣赏五彩缤纷的灯光节，小朋友搓着眼前泡泡兴奋喊叫。新竹竹北灯节在16日正式点灯，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好好放松，吃着美食，看表演，以及欣赏各式灯区。把活动还有我们的礼赠品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希望这个活动的规划呢可以发挥到最极致，利用科技减法融入美学，将水圳公园打造成科技感灯会。其中最吸引民众的就是高5.5米的主灯天光漫舞，以及湖畔中间的气球灯星月之星，串联这个湖泊水圳有灯光倒影流光的感觉，再跟我们周边的建筑相映成趣，造就了这一次最美的景色。这个周末24号元宵节，现场也邀请了艺人举办草原野餐星空音乐会，透过六大灯区的串联，让民众在灯会中感受满满元宵气息。记者何孟谦、李婷熙新竹采访报道。